哥们叫做辛巴，但是我不想听他，就像刚才那哥们说的，他长得像辛巴。辛巴 AKA 吕布，胯下有个赤兔，这哥们三大爱好，跟妹子泡干爹是富。但是不好意思，我不想理你，因为你知道这是一场战役，我不想挑起。你叫辛巴，但是哥们把你打扁，看着你的表情就知道是一张傻脸。所以哥们不想干，这伴奏太过烂，所以说你跟派克特在街头卖过饭。所以说不要你说是 No Us on the ground， 让你感觉你们全来都他妈没法唱。所以说哥们是谁你应该要记得，我是你最亲爱的 Pig。 反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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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Pig 不是猪吗？啊，我我耶啊，我我爷爷啊，我所以跟着这个伴奏让你们特别难受，但你的样子还是感觉没有开始 flow。 你看到我在这里继续对着你的嗨，我知道现在现在就是一直带着麦。我的 PG1 听到你的伴奏必须一直断，所以不要在东北称王称霸，也不知道谁当初加入五人文化。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，但在你面前继续玩的还是这么炸。没错，我就是吕布，你不要对我抵触。麦克风下一轮我送你的礼物，但是拿着麦克风的时候不要太着急。辛巴自封先 AKA 伊布拉西莫维奇。所以我知道你是派克特的弟子，别说无人文化，谁没有一点黑历史。但是我觉得给你嘴巴塞上一个突破，我是在跟你掰的，不是听讲诗词歌赋。所以哥们儿，你也是只贪财狗，我听你说唱好像在听唐诗三百首。我去你妈了逼，你又不是李白，但是哥们儿他们从来都不限李白发呆。你们知道这是牛屁，但是我们的妈逼还需要收尾。我不想说太多，我是少云，咱们合并出征，一见屌丝装你妈逼夺命书生。反击反击反击，耶耶耶耶啊哈，我感觉听到你的说唱还是特别邪门，跟我 battle 时候干嘛他妈总提别人，所以这种实力过去怎么给派克特好看，让你知道让你亲手爱国者脑袋。所以就是这样让你继续站，让你跟着我的伴奏把伴奏拍子砍下，让你看到我在这里继续跟拿着麦，然后我知道我拼脚你都没法猜。耶、yeah, 麦克风现在由我掌控，唐诗三百首你是诗歌四朗诵。去你妈的，别在那里跟我继续，你知道我在这里还是跟你聚集。我说 PG1 赶紧去投币，别说那些废话，我的 PTONE。 本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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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的麦给的麦给的麦，耶耶耶，最后一轮的所有人我说老铁把你逼得穷途末路，这一把就当作是我的过渡，让你知道你就像是我的客户，我把你做成你妈逼我的礼物送给大家，让你看看谁是真的狠。但是你还是一样他妈逼得背着本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要背点新课本，我他妈的大脑就像是英特尔。我去你妈逼，但有个处理器，但你背了半天他妈的还是不给力，不如你妈逼的你应该叫上派克特，诺阿斯的人来我他妈逼挨个射。我去你妈了逼，我一人单挑你们全部，这场比赛就是今天的结束。所以这是我的即兴节目，接近我的别墅，让你他妈没有办法住在别处。环境也是我啊哈，也是在西安场地别口出狂言，出不了这个门让你命丧黄泉。别在这里跟我说废话，太多东西还是我来跟你对骂，知道吗？身后黑怕不怕黑，听到你的每句歌词废话一大堆，别在这里跟我炸，继续跟我骂。你要看到我拿着的 flow 特别的瞎，所以让你看到戴着一个红帽，但是在我面前继续跑着你的龙套。对，你也可以猜到鸭子杀了那些烂鱼，带到你的东北回家去看病。这是西安，这地方叫做关中，可是你的东北不是问你关东，所以告诉你猜到每句来自东北，让你知道你说唱我不敢恭维。所有人，耶耶耶 ，get ready， 大家准备好没有？你们觉得需要 one more 吗？你们需不需要 one more？
先问一下大家，有答案了没有？先问一下大家吧啊，这俩肯定比较难选，我就希望你们选一个人，举一只手支持辛巴的声音和手，支持这边 P1 的声音和手。再来一遍，支持辛巴的声音和手，支持 P1 的声音和手，需要万梦的声音和手。OK， 来一段万梦，好吧，来一段 Acapella。然后刚才是谁先？刚才是 P1 先吗？这样吧，石头剪子布来一下吧，怎么样？石头剪子布，石头剪子布来一下。他唱的不舒服。OK，OK，P1 先来。看谁？等，那你就先休息一下，你也先休息一下，都喝口水，都准备一下，因为他刚才是先来的，先喝口水。谁？你们俩都喝口水。不是，没事，没关系。按照这个规则来，都休息一下，一定要对大家都公平，因为刚才他先来的嘛。然后这一轮，这个辛巴和 PJ One， 你们要选一个 P1 是吧 ？PJ One。PJ One， 对。然后你们要准备好 PJ One 和辛巴里面选一个。PJ One 辛巴要，可以开始？可以 ，OK。啊，要不要随便轻易诋毁东北？诋毁给我看看，你牛逼那么话，那么去东北给我转转，让你知道去那我就会让你没法走。我他妈逼的还没去过兵马俑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你是吕布还是赤兔？你最大的爱好就是弑父，但是我知道你的妈偶像叫做窦唯。我想问貂蝉跳水里你他妈先救谁？所以说你肯定会先救貂蝉，这样比较划算。我感觉现在应该让你特别难看，不要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。我觉得你的他妈就是诗朗诵的，刚才叫声明明我的，为什么现在又在弯弯？我的发，说实话，你的腔调实在有够臀，是不是给了贝贝小费然后走后门？反击！辛巴，给力！哦耶，确实让我承认，刚才他叫声比我大，但是阿根泰拉还是要继续耶。当然我没有走后门。长得那么老，脸上还有皱纹，所以现在哥们还是跟你继续说。所以阿卡泰拉让我卡上拍子，就是这样。我的 PG One 看不到太多意义和真谛，嘴巴里面都是利己和瘟疫。所以 FUCK PGONE， 还是那句话，我继续跟你说。听到你的想法一直没有多，所以开始，然后压上我的拍子，让你知道我还是一个喜欢黑白的孩子。我想说，那一年我看到了西安的三冠赛，那一年的时候我还不会 freestyle， 但是我看到了台上的丁。飞蜘蛛还有张浩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话。但是他们总说西安现在气氛不行了，为什么我们台上台下大家都还在撑着？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比赛，不管是谁我都无惧无畏，说完自己想说的我问心无愧。好，所有人现在做出你们的选择，做出选择，左边和右边选哪个？不管结果如何，做出你们选择，支持左边辛巴的声音和手，支持右边 P1 的声音和手。 P1 获胜，辛巴牛逼，给他点。